当你的老板是你的朋友。这个月一定要。你干什么呢？开会的时候不知道手机静音吗？你说还是我说？要不你上来说。这个方案上个月谁写的？谁写的？主动一点啊、哦！对不起，老板，我写的。你写的。嗯。来，你们俩先出去。你俩留下，你别笑。站起来。这个方案为什么会写成这个样子？客户投诉说的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啊？你说啥话我听完，吉吉，那不还有一张吗？嘘，哎，干啥？睡觉。把公司当什么地方了？危险吗？当家呀。对呀。打火，别睡，来打扑克，来打扑克。去，我还指望你们俩能帮我忙呢。炸弹比你大的。没意思，要不咱们出去喝点。上加一个手，走，不同意。你们俩不要太过分了。走吧。我是个老板，我要起带头作用的。你把钱给我，别闹了。大哥，走，冲啊，冲啊！哎，行，不来一趟又花这么多钱，咱这公司还干不干了？花这么些个钱，为什么不去酒吧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不是酒吧去不起，而是调酒更有性价比。对，下班快乐。下班快乐。忙。说正事呢，听着，上个月咱们就翻篇了，这个月能不能不让我喝行不行？喝还堵住你的嘴啊。聊点开心的。不是我说，那人真的是傻逼。张总，你也就敢顾我嘴里，你又不是发呀你。他发出去了。那你瞅我干啥抢手机啊？你干什么？干！和好朋友住的酒是什么？什么？大，巨好。和我再玩一把吗？你和我再玩一把。能有多厉害？没问题，太无聊，咱出去喝点吧。我走哪儿你就去哪儿，你放心哥。啊？干什么？喝酒去。和谁呀？和我俩呀。啊？又是罗汉局，不去。你是、啊、罗汉啥意思啊？就是反正骂的挺难听的。你这人怎么真是？我求你了，你给我打开吧。索尼手机跟家门钥匙都是亲的吧？就是，你刚才骂得太难听了。你听听、啊。什么？这是我的爱情在敲门啊！赶紧给我打开，我还回去打游戏呢。你是没给人结钱吧？搞半天你就找着陪玩呢、啊？我就说嘛，你哪配呀、啊？就是的。别看手机，喝吧，专心喝，专心一点。来。钥匙给我。什么钥匙啊？家门钥匙。在箱子里吗？我知道，你把箱子打开呀、啊。你当我傻吗？万一我喝多了，那么多钥匙丢了咋整呀？我肯定早藏起来了呀。哇，你难得这么聪明，我都没想到啊。你藏哪儿了？藏他家沙发底下了。啊？是吧？哎呦，我家啊。啊。那我在这跟你耗半天，我走了，在家说一句。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啊？当我的好朋友要戒酒啊！走啊，喝酒去，别回。喝酒啊？我不喝，我最近戒酒，喝不了。这么多存酒怎么办呀？你们俩啥时候有存酒的？不一直都喝的是我的吗？这次就让你喝我们俩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哼，我不去，我不喝，我还得买单，当我傻。啊！不，这一次你不喝，你就不用买单了。然后你再说了，我包厢都开了，你不喝你总能唱吧，对吧？对啊，而且你不去，我们俩多没意思。就是。啥也别喝了。喝点，来，干杯啊！我不喝酒，我戒酒，我真不喝。来都来了，给个面子。那我
喝这个。他怎么还自带啊？来来来来来，都在茶里了。谁给你干呢？来，那玩吧，那玩吧。五个，开。三个。没有。喝。那我也就一个，你刚刚欠的三个还没喝呢。喝的昨天是赖酒一样。喝。喝呀。这个很烫的，你那个多少度？我这个多少度啊？你。咱俩喝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也去。他今天真不喝呀，我这人吧。咋？倒酒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太过分了。哎呦，不烫了，喝着呢。喝热的对身体好吧？哦。哎呦，这么冰啊！这什么茶呀，这么好还起沫子的。哎呦，这茶不错啊。我也觉得是。大这茶。你刚刚那三个喝完没呀？我喝呀，你不拿去我早喝了，真是。赶紧喝。哎呦。真厉害。哎，太棒了。买单去。嗯。我买啥单？酒呀。这些啊。嗯。那不是你们的存酒吗？是存酒呀。一二存酒，剩下是新点的。对，一二，跟我整这些啊！你刚刚那喝了啥？我们不知道啊。这要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行，这么玩是吧？都给我等着！等着，喝。啥情况？来，喝，不是爱喝吗？喝完了喝。你不是戒酒了吗？啊，不戒了，明天再说。喝啊，你一箱，行吧。我戒了。你这啊？我今天也戒酒。和好朋友住一起是什么体验？哦，这么大，老新鲜了，刚杀的。哦，这放给我们北方，现在就是吃鹅的时候。对呀，是不是？坐吧。现在就吃啊？我录啊。啊，老香了。不坐你们不走是吗？超新鲜。他们尝尝吧，广东鹅。铁锅配大鹅，嗯，那么大口锅呀，那么大鹅呢，就是你也知道广东鹅怎么做吗？和普通鹅有什么区别吗？也没啥区别，就是肉嫩了点啊，那就行啊，你就是把那水先烧开，行了，不用你教，还用你教，我做饭还需要你教？我得给你说清楚呀，是吧？不用说清楚，你去吧，你越说越说不清楚，你自己出去玩去吧。地道，这菜今天粉条子那是。你口水我感觉已经在嘴里了。陈姨啊，你去买点粉条去。买粉条？嗯。不对呀、啊。卤鹅怎么要粉条呀？什么卤鹅？我要吃卤鹅，你给我炖了干啥？就我们冬天必须就得吃，血黑齁咸焦黏啊。卤鹅也是血黑的呀，人家也是有颜色的呀。你要是不吃的话。这还有半只，我没炒，那要不你自己做？自己做就自己做。你倒这么多酱油啊？啊，卤鹅不多，要上色的。这上什么色？上这样啊？哎，你不懂，南方菜。南方菜就是整这么多酱油吗？他自己吃，咱俩又不吃，你管他干嘛呢？对吧？你好好做你的啊，别动我的菜。谁稀得弄你的呀？我弄我的。嗯，哎，你看他这嘴脸，快给他拍下来，吃饭的时候给他看。行。不是，你咋又换华为 Mate 60 Pro 了？这是我在昨夜才领的华为 Mate 60 Pro， 让你去你都不去下。我去了，就只看到苹果，没华为啊。你再去看看，这次昨夜加大了活动力度，原先的苹果15 Pro Max 现在不限量，作为保底福利送，还额外追加了10,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和华为 Mate X5， 都是顶配大内存。X5 都有，那我这领的苹果都不香了。你再去领个，你看我都发货了。左下角这次是内部极速链接，点击左下角下好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界面。升升级，手机轻松拿，不要下错了。放心，不会下错。好，慢慢做啊。瞅瞅，这卖相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吃起来没毛病。嘎嘎香，我已经尝过了。你们要不交换一下？交换试一试。你不是说你那个广东的卤鹅比这个铁锅东要香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你那个东西谁敢吃？我觉得它可能就是黑了点，但是味道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哎，蒸的，哦呦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大好吃。啥呢？慢了，我估计你也看不上我们做的这铁锅炖。也是的，你就吃你的吧。